看世间，排转眼流光，若喜若人高气甚多，莫欺天高风叹，不记恨爱相见，只记共你。曾经相识过，是我阿妈，爸爸因为是目击证人，而家受警方保护，而且佢寻晚先动咗手术，而家唔俾人哋入去探佢。我好攰，我想翻嚟唞下先。我知啦，好，哦，我会啦，唔该晒你。阿嫲，点啊？做肺，肺子，你听朝一早即刻搭飞机去三藩市。阿爷同爸爸佢哋，你阿爷背脊中咗三粒子弹，琴晚做手术，但系攞唔出。咁即系，而家子弹压住脊柱神经，佢瘫咗，连讲说话都唔得。奶奶，祖荣，祖荣佢点啊？咁紧张做咩嘢啊？生死啊，整定嘅。祖荣同埋祖耀。
死咗。你接走咗，你唔系话佢有警方保护嘅？香港乡家嗰边有人嚟咗，攞咗医生证明书，证明爸爸唔可以再做证人。哦，妈，啊，我真系好挂住爸爸。傻嘅，挂住有咩办法啫？佢已经翻咗香港咯。我要去香港，唔得噶，若兰。香港嗰边完全唔知我哋两母女嘅事嘅，而且你爸爸隐瞒咗28年，如果你一定要去，咁就串噶啦。我真系好挂住佢咧。早知系咁，我改嫁咗之后就唔应该每年俾你见爸爸一次。我想去睇下佢，唔知佢而家伤成点样。若兰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系私生女，冇名分噶。唉，我理佢咩名唔名分啫，我只系想见下爸爸啫嘛。若兰。你听我讲，你唔好讲啦，妈。我决定咗，你真系要去？系。即系埋边坐。小姐，请过嗰边坐。
奶奶，夠鐘啦，我哋落去啦。坚强啲咧，都已经成为事实，喊都系冇用。我哋攞去招呼人客。请你节哀顺变，莫经理，你有心，请坐。我代表公司全体职员，对祖荣兄、祖耀兄嘅不幸，深表哀悼。你都代表我，多谢佢哋。我都唔知讲咩好，总唔知请你节哀顺变啦。有心，请坐。老爷喺书房。系啊，使唔使推老爷出嚟啊？等一阵先。哦。老太，雷氏公司嘅雷一峰同埋雷一凡两位先生到咗啊。哦。嗯。真系不幸，你要节哀顺变。你哋有心，呢两位梗系雷太啦。我系子同埋阿嫂。向老太，如果喺业务上有咩需要到我哋两兄弟帮忙嘅，你即管吩咐啊！我哋同阿祖荣、祖耀咁好朋友，一定会尽力而为嘅。多谢你哋。祖荣同埋祖耀能够识到两位咁嘅朋友，真系不枉此生。几位请随便啦。山嘅好朋友，你有心，请坐。那个边个？
关顾懂啊嘛，佢咪就你阿妈旧时嘅旧情人咯。系咩？其实系人都知啦，佢为咗你阿妈，到而家都未娶老婆噶。你连咁嘅事？ 爸爸呢？景山，出边好多人嚟咗，你想唔想出去啊？ 小姐，你有冇认错人？你一定系向景山嘅太太，系咩？系。请问你系？我可唔可以单独同你倾下？妈，呢个人可能白撞，唔好理佢。 我哋要喺里边先倾，你同我招呼住啲人客先，请跟我入嚟。 我可唔可以知道你个名？向若兰。若兰，我哋慢慢倾下好吗？我谂你梗系想问我你要几多钱？你点解咁问？因为头先真系好突然。你继续讲落去。 我系香景山嘅女，我喺三藩市出世。呢张系我出世纸，呢度系爸爸嘅名，呢度系我阿妈嘅名。香景山。 骆小妹，
唔怪得呢二十年来，景山每年都留喺美国三个月。我哋做咗四十几年夫妻，对唔住，本来我系唔应该。你冇对我唔住，如果你唔讲俾我听，佢又瞒得咁好，我谂我一世都唔会知道。有人话唔知道就系最幸福嘅，若兰。我想我哋大家应该坦诚啲，将心里边所谂嘅说话讲晒出嚟。你点谂？我谂你一定系有目的而嚟。如果唔系，一个掩饰得咁好嘅秘密，何必要揭穿佢呢？我系有目的嘅。咩目的？我要见爸爸，你唔信咩？我希望你详细啲解释下。自从我懂事开始，爸爸每一年都有一段时间同我哋喺埋一齐，一路直到我十二岁，我阿妈改嫁咗，咁以后。爸爸每一年只嚟半个月，每一次佢办完公事之后，一定嚟揾我，同我喺埋一齐，带我周围去玩。所以我每一年都有两个礼拜系最开心。直到旧年，我见过佢之后，我明白。我知道佢受咗伤，我真系好挂住佢，所以我攞咗一个礼拜大假，我要见下佢。你冇其他嘅要求啦咩？只要俾我单独同佢喺埋一齐一个钟头，你可以再长，就系咁多。只要俾我同佢相处一个钟头，我就走。飞机票我都买好咗。不过你应该知道，佢而家系唔讲得嘢嘅。系，我头先先知道，爸爸真系惨。你可唔可以？等我考虑下先。几时可以答复我？你而家住喺边？我写酒店嘅电话俾你。我听日通知你。今晚我会详细考虑下呢个问题。我好心急，可唔可以请你今晚俾个电话我？送呢位小姐翻嚟，妈，唔使啦，我自己叫车得啦。希望你早啲通知我。我会。
我谂谂下咧，今朝嗰个女仔可能系白撞嘅，无端端你认人做老豆，你估贪爽啊？呢样嘢我就唔敢包啦。边个有钱佬唔风流啫？话唔定啊，真都似二嫂，你唔好咁话爸爸啦。三姑娘，呢个世界啊，冇人好似你谂嘢谂得咁简单噶。我硬系谂极都谂唔明，究竟点解会走个咁嘅人出？阿妈落嚟。阿嫲，阿嫲，奶奶，食饭啦，食饭啦。妈，今朝嗰个女仔，你同佢倾成点啊？系罗奶奶，嗰个女仔做咩啫？神神秘秘咁。我而家都想同你哋倾下呢件事。究竟系点噶，阿嫲？敏芝，阿嫲讲嘢唔使你加把嘴。佢话佢都系姓香嘅，系你爸爸嘅亲生女。咩话？爸爸个女嚟？我讲得冇错啦啩？唔系啩？嘿，佢可以乱讲嘅啫。佢话美国总统个女都得噶。系咯，奶奶啊，可能佢系冒认噶噃。我睇佢都系冒认嘅啫，想我搵翻啲钱使佢啦。但系佢张出世纸有香景山嘅名，亦都有亲笔签字。咁即系话，我可以断定佢同你爸爸系有密切嘅关系。咁佢有冇问你攞钱啊？佢只系想见下你爸爸，同佢单独相处一个钟头。妈，呢件事会唔会有啲古怪啊？佢同意我在场嘅，咁有咩古怪？唔係咧，我硬係覺得呢件事有啲古怪咁嘅。唔知今日嚟吊祭嘅朋友，佢哋會點諗？阿雷生，今晚仲用唔用車啊？唔用啦，拋架車佢。女仔系咩路数啦？同乡老太已经睇嗰个，梗系话佢啦。咩路数都好啦，对我哋冇乜害处。你咁肯定？一个女仔做得乜嘢？咁啊系，不过香情雪儿呢个女人就唔简单啦。点犀利都好，始终都系女人。我想去见下嗰个女仔啫，睇下有冇利用价值啊。嗯哼，咁就好嘅，不过讲嘢要小心啲。食咗啦。有冇搞错啊？讲明一人拎一万银出嚟噶嘛，点会临时变卦嘅啫？娟啊，开门啊！咁都冇理由啫，大姐咁我哋讲好噶嘛。哦，大师嘅意思。翻嚟啦。喂，娟啊，开饭啊！你话明边个听啊？你话呢件事做唔成，我为咗市民噶吓。我老公翻咗嚟啊，听日饮茶先倾啦，系咁啦吓。唉，真系激死啊！咩事啊？妇女会讲明噶嘛，每人拎一万人出嚟就请阿四哥做台大戏嘅。而家点不知有个临时变卦，又唔肯拎钱出嚟喎？咩事？我哋出多万人咪得咯？讲咁易咩？算系我噶。唉，我翻上去冲个凉先。
哎呀，小心啲！对唔住啊，二叔。爹哋，你翻咗嚟啦。嗯。爹哋啊。啊。阿二哥又想翻嚟啫。系咩？系啊，何文话月尾就翻嚟咯喎。咁就好啦，我就雷加多帮手。学文系叻仔嚟嘅，博文就差得远。咁都唔可以咁讲嘅，博文本身冇心机做生意，你逼佢都冇用噶。大哥系摄影名家嚟嘅，叫佢做生意啊，嘥唔嘥啲啊？做生意咩唔好啫？啊，入边嘅电话响啊，等我同你听。唔使，里边嘅电话等我听，啊？瑞士长途电话揾雷一峰先生嘅，我系雷一峰啊，请等等。喂，三叔啊，我一峰啊。一峰，你听得清楚吗？听得清楚。你哋去过乡家拜祭系嘛？去过啦。乡家系咪好乱啊？我相信系啩。咁你同一凡就要把握呢个机会啦，三叔，你嘅意思系拉紧向祖辉，我要向祖辉做向氏集团嘅总经理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下个礼拜三我会翻嚟一趟，到时我哋可以详细倾下，就咁先啦。我知道，三叔。是啊，你是你是香太。是你还没睡吗？未。你考虑过我件事没？我考虑过了。你不是不让我见爸爸吗？我想你今晚来。现在很夜了吧。没错，我家的人已经睡了，他们对你没什么好感，我想你暂时都是无谓接触他们。好难怪的，我贸贸然地走到你家。那你即刻来吧。哦，我即刻来啊。你翻咗去瞓先啦，等一阵我开门俾香小姐走得啦。哦，我未眼瞓，我在工人房饮紧酒，有咩事嗌我啊，老太下。好啦，请坐。爸爸呢？佢喺书房。我好心急想见佢。我带你。我特登嚟睇你噶，
企喺度陪爸爸。我翻去先。真系估唔到，我喺呢度见到你，爸爸，你唔使担心，佢对我好好。点解咁夜仲唔瞓啊？我瞓唔着，我想去书房攞本书睇，同埋睇下嘢。书房有人喺度，等一阵先入去。有人？有边个？系咪今日？佢系玲姑姐，佢系真噶。好多嘢都可以假冒，但系真挚嘅感情系唔可以假冒。我感觉到佢同你阿爷之间真系有一种好深厚嘅感情存在。你都知，自从你阿爷受咗伤翻嚟之后，佢一直都未开心过。佢连牛奶都唔肯饮噶。但系佢见到若男嘅时候，佢嘅心情简直就好似细佬哥见到啲糖咁开心。不过我真系唔明，我一直都唔知自己有个五姑姐，点解阿爷要瞒我哋咁耐啊？你阿爷系个好爱面子嘅人。佢唔想破坏自己所建立嘅形象，你明唔明白？我明啦。你话瞓唔着，不如去饮杯热牛奶咧，饮咗之后，或者就瞓得着噶啦。不如我去煮两杯热鲜奶。我唔要。阿嫲，我有一个谂法。咩谂法？你咪话过阿爷一见到五姑姐就好开心嘅。我哋系咪应该尽量令到阿爷开心？